我叫陈明，我是2020届班根大学运动康复专业研究生。目前是初级康复治疗师，工作3年之后，我决定出国留学深造。考虑到班戈大学运动康复专业全英排名前10，教研水平领先，所以即使在疫情爆发期间，我依然决定逆风而上，来到班戈。虽然疫情期间我们的授课方式是线上和线下，但我依旧收获满满。我们的专业主要强调运动式医学，在遵循循证医学原则的前提下，根据病人的需求为其制定运动干预处方。我们的课堂是理论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教授就诊疗思路的分析、治疗师与病人之间有效沟通等方面对我们进行启发式的训练，这是我与国内不一样的体会。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个人导师在学习、生活和心理建设方面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课程老师、国际办公室老师以及其他学校员工也从各个维度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大大提高了我们作为未来职业康复治疗师的自信心。我喜欢班戈，这里环境静谧，人文友好，交通便利，消费水平适宜，非常适合学习和生活。我们的校园活动非常丰富多彩，学生会经常组织各种交流文娱活动，让我们国际生在了解不同国家文化的同时，也帮助我们更快地适应当地的生活。很高兴来到班戈，在这里不仅加强了我的专业技能，拓展了我的诊疗思路，更帮助我确定了今后事业发展的方向，也成就了我，让我成为自信、热情、全面的人。青春不散场，梦想不落幕，我爱班戈，班戈等你来。